各位居士大德，弥勒尊佛。几十年来，如正呢，经常亲眼看着众生过着百般苦逆、万般无奈的生活，尤其有一些众生，他曾经在我的面前诉苦落泪，并且带有寻短的意念，这种场面实在是令人感到锥心之痛。卢正心中总是这样子想着，愿我有智慧跟能力，能够满足众生所求，能令众生幸福快乐。在这娑婆中的众生们，的确是太缺乏了，太辛苦了，也太可怜了。虽然有人生的福报，然而所欠缺的智慧，导致于人人皆有恼害不断。当然，这一切的顺境与逆境，都是败于过去因缘之所事，所以我们知道业识的基因是何等的重要啊！所谓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在此说明了智者的行为，有智慧的人的行为该有正确的判断力，一切所为要小心谨慎，这才是断苦的主要因素。然而娑婆界的众生们业障深重难入，虽知道万法皆逃不出因果网，也有许多人真的想要好好的修行，但是自从无始劫来以至今日，众生所本身所具有的一切顽强的恶劣的习性，它指令我们仍旧是颠倒难堪。难得有一些人好不容易有这个福报入了佛门，但是对于学佛的意义为何，很难了解。有的人只顾东奔西跑，台湾头跑到台湾尾，台湾跑到外国，这样子忙碌不停，如此的劳命伤财，一段时间下来，他精疲力竭，非但如此，还惹得一身是非。这岂不是越修越污染了吗？难得有福可以遇到宝贵的佛法，
如果能够如法如理的修行，好好的广结善缘，可以令人当此生就可以解脱的。所以应该是欢喜幸福的，美满快乐的，为什么会修出这么多的是非烦恼呢？其关键不外乎在这个修因点上，发心的正确与否，作为决定修行成败的主要因素。众生因为不解空性，不了解空性，故难起无生之想，长期熏习的我执我慢，对宇宙万法的执着力，实在不是此生短短岁月的修行就可以摆平的。正因为这个样子，慈悲的世尊他特别为我们指点了一条明路。世尊劝我们发心求生光明的兜率陀天弥勒世界，此法能够令我们末法苦难的众生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当身，直接上升兜率陀天的弥勒净土中，可以避免因为修行上的不利而一再地在轮回道上重蹈覆辙。如果有人以自诚心向心弥勒世界，那么修诸善法，行一切善，发愿回向，终此一生信念坚固，永不变节，当生肯定可以成就上生兜率净土的大业。那么面见弥勒菩萨之后，更能够升起人逆己逆的大慈悲心，再向弥勒菩萨请愿回到娑婆来济度更多的苦难众生，出离苦海，得到永真正的解脱。所以说我们为了要帮助更多更多的众生离苦得乐，那么我们这一生势必得上升弥勒净土，这才是我等当下最为密切的要事，这才是我们学佛者该发出的慈悲。真正的慈悲是能够为众生而不惜一切的牺牲自己的，为了慈悲救众生，自己就要勉励自己精进的学佛，精进的修行，而不能够稍有怠慢，这才是真正的大慈悲心。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这一生转到人道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是很难得的，一旦丧失了这个机会，肯定会有吃不完兜着走的轮回之苦。
这未免太可惜了。城门法名是方丈，禅净法师的大慈悲，他一心系念着众生，他为了令众生当世得以解脱生死的纠缠，他不惜一切，不顾艰难的开创了台湾慈宗学会，并设有法明出版社，免费的提供本师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许多宝典，以及众多有跟弥勒净土法门相关的资料与经典，还有开发弥勒菩萨雕刻圣像。因为目前在社会上想要请弥勒圣像来供奉的人，他们没有地方去买，目前社会上简直可以是说少之又少，一般有的是布袋和尚像，真正的弥勒菩萨的天王本尊像在市面上可以说是很难得一见。所以呢，我们慈悲的禅净法师呢，就为众生开发了弥勒菩萨的圣像，是以7寸大小的尺寸，总共开发了总共有600尊。有一些在大陆已经流通了，有一些还在台湾流通，目前在我们慈宗学会里边还有一些，如果有心要请弥勒菩萨圣像回家供奉者，你们可以直接来请，免费结缘。这个弥勒菩萨圣像呢，因为它是雕塑品，它很难用寄送的，因为怕它会把它弄坏掉，所以有需要的人啊，请你们慈悲亲自来请。我们法明寺还有出版一些慈宗修行仪轨，还有慈宗杂志，以及弥勒佛曲 CD 片，已经有1、2、3、4集已经流通出去了，目前第5集正在制作当中。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开发了弥勒圣号的念佛机等等的，一概都是免费寄送。凡是我们台湾慈宗学会里边所结缘出去的东西，一概是免费的。那么我们呢，供应给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来做参考。我们慈悲的禅净方丈呢，他的用心之良苦可想而知。若人如实修持，谨守5戒，行持十善，忏悔一切的罪业，修行6世法，一心称念弥勒慈尊圣号，那么当生绝对可以成就上升到兜率弥勒净土的。
从此呢，就永远与苦恼脱离了，再也不会跟苦恼沾上丝毫的关系的。有心修持的行者，绝对可以蒙受弥勒菩萨垂手接引，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弥勒法门比较简易、简单、扼要，它的上升条件没有很严，就比较容易，很适合我们末法忙碌的众生，受到压力很大的众生们，可以得到解脱的一个很方便的法门。这当然是基于我们弥勒菩萨他大慈大悲的大展现，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先接引我们众生，先脱离苦海，先上升到他的净土，然后他会很不辞辛劳的来教育我们，再加上弥勒菩萨大威德力来加持我们，让我们众生都能够很快的对佛陀的大法能够了解信受，而得到最大的法益。那么我们呢，先上升弥勒净土呢，等待时机，当弥勒佛要下生人间净土的时候，他的周遭的一切弟子，都率净土中的一切弟子们，也都会随顺弥勒佛下来，那帮助弥勒佛来广化无量的众生，来成就佛道。卢正呢，在此呢，非常恳切的呼要的善心的菩萨们，敬请极力推广弘扬这个弥勒宝法，以达到广度众生离苦的大事业。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众生的幸福。弥勒尊佛，之前我们也以直讲的方式讲述了一些关于弥勒佛上升兜率陀天那个上升经的一些简要的内容。目前卢正也是一样，以简单的方式，以比较容易让大家接受，听得比较容易能够听得懂的这个直讲的方式，来为大家简单的解释佛说弥勒菩萨下生经的前景。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之后，他的弟子们都为了保护佛陀所留下来的珍贵教法，为了要让他源远流长，不让他流失，以达到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离苦之用，便积极地展开了结集宝典的工作。所有的参与者个个都是已经证得了肉尽通的阿罗汉，
当然多闻第一的阿难也是非常的想要加入这一个行列的，奈何阿难的烦恼尚未断尽，尚未正果，即使他是多闻第一，所忆不忘，听过了，只要他听过了的佛法，他就永远不会忘掉，记性特好。虽然他有这个条件，他因为没有证阿罗汉果，他仍然受到了严格的排拒，而无法摄入。在《楞严经》里边说道，阿难见佛顶礼悲泣，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得道理。哦，他就是向佛说他是闻法最多，可是呢他却还没办法证果，哦，他很悲哀。那么结集三藏的时候，阿难因为他没有断尽烦恼，所以他被迦摄尊者把他给牵出集会所。阿难心里很难过，从此便勇猛精进，终于很快的他断惑究竟，证果了，证到阿罗汉果。他就赶快呢去敲集会所的门，大声的呼叫着。那么这位迦摄尊者呢，听到阿难在叫的声音，他就说，叫阿难，你就从门的钥匙孔进来吧。阿难即刻展现他的神通，便由门的钥匙孔进去。这个时候的大众看了之下都很为他高兴，因为他已经证果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阿难才被大众所接纳，共同来结集三藏。由此呢可以知道，结集经典者他并不是阿难一个人而已，是由众多的比丘他们依循戒律而组成一会。其中呢，从这一些人里边选出一位登高座，坐到高座上，由他来提出问题来发问。如果说有人回答了之后，还要将他所答出来的问题再问此会中的所有一切阿罗汉人，你们是不是大家都同意他所说的呢？如果是都没有人有异议的话呢，才会把这个法呢定为如来所说的法。所以呢，在以下我们所提到的亲闻佛法的我者，他并非单纯的专属阿难尊者一人而已，当然是指众生在人间弘法的期间，所有亲耳听到佛陀所说之法的众弟子们。接着我们简单扼要的直接来讲述弥勒菩萨下生经的内容。当释迦牟尼世尊正为众弟子们宣说弥勒菩萨下生经的时候，是我阿难亲自听到佛陀这么说的。
有一次，佛陀在古代中印度的一个小国，名字叫做舍卫国的一个郊外，有一座奇树及孤独园的这个园中，与1500位德行较高的大比丘们，大家正共同聚在一起的当下，就有一名比丘名叫阿难，他呢想祈求佛陀为大众说法，他就离开了他的座位，袒露着右肩右膝，跪在地上，至诚恭敬的跪地合掌，而向世尊请法，这样子说道：圣者世尊，你的法力无边，您能真正的遍知一切法，虽然过去庄严劫、现在贤劫或未来的兴树劫，这三劫中的一切的事物可谓是身罗万象，但是在您的妙见之下，他们皆得一一呈现，清晰明了，没有任何一项事物能够遁逃，即使是过去庄严劫的1000位佛陀们的姓和名字以及圣号等，以及每一尊佛陀，他们都有跟随佛陀到处闻法的一些随身的受教弟子们，以及随从的菩萨等，各有多少，世尊您也是都能够清清楚楚的了如指掌的。对于一劫或是百劫，甚至无量数劫之前，每一个世界之大小等事，以及所衍生的种种千变万化，世尊您已皆能清晰洞察，您都能非常的明了，乃至于对于每一位国王、大臣以及一切的人民百姓的名称、国号，您也都是分明自在，无一不晓。而当今的国界，我们这个国界中呢，究竟有多少国家世界，世尊您也清楚。弟子阿难虔诚地祈请世尊为我们宣说当来下生成佛的弥勒菩萨他的成佛度生等一切的演变的过程，以及随从弟子们的多少还有弥勒愿力所成的人间净土，其物丰名乐、物产丰富、人民安乐的殊胜的盛世、太平盛世，以及弥勒佛在人间净土广化无量无边众生，他时间是多久呢？那以上这些就是佛陀的徒弟阿难尊者向佛陀请法所提出来的几个问题，祈请佛陀慈悲开示。我们都知道，在《弥勒菩萨般涅盘经》中，
也就是弥勒菩萨上身经中，世尊呢也为我们详细的说明了弥勒兜率净土的殊胜景致，我们也都已经知道弥勒菩萨将于未来人间净化成为净土的时候，人人皆修十善的时候，他才会下生成佛。那么这一切都是弥勒菩萨的本愿故。在弥勒菩萨求道本愿中，他有说到，使得作佛时，令我国中人民无有诸垢瑕秽，于淫怒痴不大，殷勤奉行十善，我尔乃取无上正觉。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弥勒菩萨下生人间成佛时，当然肯定是人间成定净土的时候。这个呢，就是弥勒菩萨他在因地的时候所发的愿成就，他的愿力成就了。经过阿难极为恳切的请求佛陀为大众介绍弥勒佛下生人间时之美好景致，以及一切得受到法益的众生们的真实情况，慈悲的佛陀便答应地对阿难说道：你先回到你的座位上，仔细地听我来详细地说明有关于弥勒菩萨子等待因缘成熟时，他便会由兜率陀天降生人世间，直到成佛利众生，以及他这个人间国土的安乐情况和弥勒佛将所度化的弟子们的数量多少等等，我自会强加说明的，也希望你们仔细听闻，务必好好的思念这个法门的重要性。为了利益未来的众生们的幸福，你们一定要谨记在心，千万不可以令这个妙法流失才好啊。佛陀呢，既然已经答应阿难所求，那令得阿难满心的欢喜，便遵从佛陀的话，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洗耳恭听。接着佛陀便告诉阿难说，在久远的未来，就在我们所住的这个娑婆世界中，将会有一个城郭，名字叫做赤头莫。那么这个城郭呢，它相当的大，它占地的范围呢，是由东到西是十二由旬，从南到北呢是七由旬。这个由旬呢，是印度天竺他们在计算里程的数名。天竺就是印度的古称，古时候他称天竺，现在他们称印度。那么一《弥勒大乘佛经》里边有说到，有一大乘名次头末，
纵广，纵广就是东西南北，南北就是纵，直的就是纵，东西就是广，是横的。那么呢，纵广1200由旬，那这等于是四方形的。那它这个它的高是7由旬。自下生经与弥勒大乘佛经所记载的这两本经所记载的这个次头末城的这个占地范围，他们的里数面积是不一样的啊，有是因为他们呢这两本经典所翻译的人是不一样的，不同一个人的，是他们的认为他们解出来的，所以他们呢有一点点差距。那么现在我两种通通把它提出来呢，以供大家参考。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它有着非常温和的气候，自然盛产着相当丰富的物产，以及住有着相当多的人民。此中的人呢，他们心地都很慈祥温和，他们不会粗鲁，也不会无礼，他们没有残暴的行为举止，素养是很好的，因为他们都是修五戒十善的，有五戒十善为根基的，所以他们是没有暴戾的这种众生在这里。社会安定，这里的社会很安定啊。那么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目前所居住的这一个世界呢，这个气候的温度变化是相当的迅速，这迅速的蛮严重的。那么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无节制的享用电器以及一切的化学毒素，那么空气的污染，所以呢导致这个热毒剧增，导致严重的破坏宇宙大自然的生态。这个天气呢，它就会变成变化无常，以至于气压不顺。那么呢，这样的情况呢，它就会让我们人的这个头脑呢，昏昏胀胀的，身体呢，也会觉得懒散无力。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到底是气压压人吗？还是众生自己造的孽呢？若是观缘起法，我们若能够观缘起法，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性空的真理，也就是烦恼即菩提，这正是我等觉悟的时候。那么要觉悟什么呢？也就是说，借着这个境界而升起的智慧。万
万法唯心造的这种智慧呢，是需要去思维这个法界的一切法都是我们众生等过去的无明所造作的，我们今天才会吃这么多的苦楚。怎么说呢？如果说过去我们没有造恶业的话呢，那么今日不管这大环境是如何的转变，如果我们个人的业与它不相应的话，那么它是它，我是我，外境是无法来影响我们的。一个大自然的环境的变迁，必然是依着大众的业力所感召的，不论是顺，不论是逆，这就是共业。对修得好的人来讲呢，他自然不会受到影响，因为不相应嘛，而避免受难，这个就是称为别业。所以说，自己本身要精进修行，才是断除苦恼的关键所在。我们众生应该要有这种勇敢的、坚韧的论性，我们若遇到逆境的话，更需要越精进，不能被逆境逆倒，因为我们身在逆海里边，我们的周遭，我们的一生，千逆万逆，无量的逆，随时会出现。因为我们处身在逆海之中，所以呢，我们应该学习要勇敢地面对逆境，然后依这个逆境作为我们精进的动力，那么就可以转烦恼成菩提，可以很快的脱离这个逆海。我们的生命呢，是这么的难得可贵，我们不可以虚度，绝对是不可以虚度的。生命诚可贵，不可再虚度，成道了生死，但看此生呢。在说到这个次头末尘里面呢，它还有自然化身的七宝楼阁与宝女，它是化身的宝女，还有宝树，还有宝渠，渠就是水沟的意思。那么这个渠的两岸呢，那么它都铺着金沙，在楼阁的上面呢，也挂有珠网与宝铃，宝铃就是铃铛，用宝制成的铃铛挂在楼阁上，叮叮当当。那么呢，由这个叮叮当当的声音呢，它所受到这些听众所听到的这种声音呢，是一种非常美丽的、美妙的一种法音。
不像我们这边的铃铛发出来的声音，它被天众所听到的，它变成一种法音，在鼓励众生呢继续的精进修行。这个声音呢是非常的美好，很好听的妙音。还有呢，在这个赤头墨城里面的大街小巷，没有一样呢，没有一条不是排列的整整齐齐的。它清净庄严，就如同天上的花园的景色一般样的美好，就像天上的天景一般。像这样的优质的人间净土的生活，可谓是羡煞人眼。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享有如此殊胜的福报呢？当然不可置疑的，绝对是关系着前述修行所种下来的福因，他所招感的自然福果。积福行善者，本来就应该要本着利他的心而行一切之善，切勿只顾自身的利益才好。若只顾自己本身的利益所做的一切善行，这是我们凡夫众生很自然的习性，它根本就不需要经过什么学习的，这是一种习性，利己嘛，利益自己的这种习惯性，它不需要学习，它我们已经很习惯了，直接就会这样子去做。但是若是说要众生能够为利他而有所为的话，这可就不是用讲的那么样的简单轻松的。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啊，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管是不是不断的在失败，我们都要不能灰心，继续学习，有一天就会成就的。眼观娑婆众生苦恼炽盛，同为苦海可怜者，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应该尽情地发挥同舟共济之大情操，以广济众生得离苦。这本来就是我们为人，我们作为一个人本来就应该要尽的本分。我们怎么忍心再加上一些苦给别人呢？若是能够将此生奉献给众生，为利益众生而佛，那么我们这一生呢，将不枉身为人。希望我们众生都能以这个大情操为出发点，在这个城的里面呢，他有一位龙王，名字叫做水光，他具备着神通之力，他可以随意的变化自在。他很慈悲，本着利他之心，每天的晚上，他就会变化成一个人的形象。他用吉祥的香水宝瓶里面的香水片洒在尘地上，让这个地上呢，它不会扬起尘粪，没有灰尘，
那么这个受到滋润的大地呢，它就可以常常保持清净庄严，乃至于白天呢，也是会常常保持的清爽无比，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们，不管任何时候，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他们的心情永远保持舒畅美好。弥勒尊佛。